记者王行于台北报道，男星曾志伟近日卷进性侵风波，昨日在微博高调发表声明，不料今日再度被点名。有金牌模特儿娇莫之称的韩颖华指控他不止一次性侵女艺人，对此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阿宝表示，我相信他。据 ET Today 报道，曾宝仪11日在北京开会，虽然爸爸卷入性侵风波，经纪人透露他心情不受影响。至于指控，曾宝仪则说，这件事让我爸来跟大家说明比较好，但我相信他，表达力挺老爸的立场。53岁女星近年鲜少现身荧光幕，但今日却突然在私人微博爆料，指控曾志伟不止一次性侵过女艺人，甚至提到曾志伟和其他男子曾迷晕七名女模特，并把他们弄上车，所幸其中一名侥幸逃脱，称对方根本是变相的皮条客。曾宝仪表示相信爸爸，翻摄自脸书曾志伟卷性侵风波，资料照记者王文林。